哎，大家好啊，今天这个视频来教大家如何找到ChatGPT 的镜像网站，就是这些镜像网站呢，怎么说呢？由于一些特殊原因，国内的用户是没办法直接用的，但是有很多的人，很多的网站的站主，他们用 ChatGPT 那个 API，然后连到他们的网站。连到他们建的网站，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些他们建的这些镜像网站，免费的使用到。但是呢，之前我已经做了一些视频，分享了一些镜像网站，这些网站或多或少都是因为各种原因，不能使用了。但是更新呢，我的这做视频的更新呢，又跟不上，他们消失的速度。而且，即使我放出了很多，这些镜像网站的合集，由于一些特殊原因，也不能过审。所以说，干脆我就把这些根源，介绍给大家，来给大家，授人以鱼吧，让你自己去，得到这些网站，而不是通过我这个中介搞半天，还是那些不能用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视频现在开始啊，这是刚刚说的是前提。首先呢，你要进到这个网站，这个网站我相信大家都很多人玩电脑的都应该知道，GitHub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应该去 B 站或者去。其他一些网站搜索一些资料，了解一下如何使用这个网站，注册账号。如果你不能连上这个网站，那么你需要学一些技能。这些技能呢，我这里不多说，因为各种原因你知道了。好了，这里 GitHub，这里是 GitHub，搜索这个字母进入这个网站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你可以注册个账号也不难。然后进来以后左上角，首先呢，如果你已经能直接上 ChatGPT 了。GPT 的 Chat，如果你能直接已经能用了，有账号了，那你想学的其他的使用技巧，你直接搜索 ChatGPT，你直接在这里搜索 GitHub，然后这所有东西，这种星星排名呢，星星排靠前的很多的都是那种教程类的东西，你看中文指导指南啊，各种使用场景啊，教你怎么说话，这些都很多教，很多人，很多这些上传者。把他们的这些好多好东西、教程啊、指南啊、各种的软件啊，都放在这里，所以你是很好的找到这些教程。你看，这直接有如何教你搭建网站，看见没有？所以说这些东西你应该进来学一学，而不是困在 B 站或困在其他一些网站，结果那些网站里面，然后吸取到那些已经被残缺的知识。说实话，这个视频我不知道能不能过审，如果过审的话，可能顶不了多久。还有，如果不过审的话再说吧，我再传到其他站点去。然后，如果你想找镜像网站，很简单，一般是只有国内用户才要镜像网站嘛，所以你直接打中文，镜像网站，然后搜索，哦，不要把网站打，把网站拿走，然后提醒一下，搜索，你看，直接很多很多了。你看，这81个网站，然后你找你能用的嘛，是吧？然后你看，它里面很多这样，我就不点进去了，因为它可能一点进去，它会显示那网站出来，然后那些网站名字显示出来，视频就不能过审。找这种星星数多的，更新很最近的星星数，点赞数、收藏数多的，然后点进去，镜像的各种镜像这种，我就不往上拉了，我怕有什么地方敏感的。好了，没办法，就这样，然后。完了，我已经说完了。平时我就在这里找，有时候我懒得用自己的，用自己账号，我就用他们的镜像网站，可以省一笔钱，是吧？有些甚至有 Plus，甚至有 GPT-4，的那种 Plus 给你用，免费的，你就不用存140块钱人民币过去了，是吧？然后这视频到此为止了。录这个视频的时间是2023年的3月21日，就这样，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。同时也是记录一下，然后给我自己也做一个参考吧，好吧，这样，再见，拜拜。